故宫这次换选了100多件宋人书画刻页和扇面，书法部分有宋高宗的屈原御师以及宋朝四大书法家李贵、黄庭坚、苏东坡、蔡襄的诗帖以及欧阳修、司马光等人的尺牍。画页展出了宋代名家马远、马林赋的山水、小雪深情、锦竹夜游，都是典型南宋天仲景的构图，细致而富浪漫气息的作品。